回忆可能以为你同在里的表现是献上你的祭，在祭坛上。今天你没有带牛，没有带羊来，但是你带你的钱来，把你的钱献上给神。我要求你献上比以往更多一点，因为神今天感动了你，让你在他的里面。以前我们会说啊，我们不知道奉献意义的人不用奉献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已经知道奉献的意义了，就是在神的面前敬拜他，完全降服在他面前，把你所有都交给他。但是也许你没有办法给出所有，但是给出一部分代表你对他的心意，这是奉献的意义。你的生命的态度，你的敬拜，金钱奉献在他面前。当我们视线的服事人员来到前面的时候，我们先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，我们就开始来奉献。耶稣，谢谢你，主，我们为了我们奉献来祷告，主，愿我们能够献上比以往更多。主，求你挑战我们的信心。主，当我们缺乏的时候，在你的面前，我要看见的是，主，你补足我们所需用的一切。主，当我们用信心把我们的钱交给你的时候，你会让我们所撒种的都得到百倍的收割。耶稣，谢谢你，当我们奉献的时候，魔鬼会对我们说，我们一奉献就没有了。但是神，你的心意不是这样，你是让我们越给就越多。主啊，你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主，你说那有福的人是给的人，不是接受的人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愿意给。主，今天我们已经接受很多，我们接受了音乐，我们接受了许多的话语，但是主，今天我们要给了。谢谢你挑战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要一起来奉献，愿你悦纳这一切的奉献，做你荣耀的事工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奉献。
主，引导我生命，赐给我甜美的灵，能合乎你心意，一生跟随你。我们在这里给神一个最大的掌声，最大的掌声。神就在这里，弟兄姐妹，请坐。